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8号啊，开服的106天，早上10:59，我们赶紧吃。哎，大熊来了呀！今天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啊，这个飘然之后会退这个工会，搞两个顶级号不随便锤他们吗？应该是可以啊，谢谢大熊陪跑啊，我们先把飘然锤一下。飘然今天会带着其他人，会带好一些采薇、红薇去其他工会，这个他们昨天和我说过了。那我们就卓有成效啊，今天已经可以把大熊做成这样了，然后这个鼓舞人家可能也拉了，咱继续锤他就完事了。直接拉到200啊，也不做别的事情，不用迟疑，不用等待，对吧？直接干就完事了。正在被大熊攻击啊，你干得过我吗？估计不太行啊，对吧？我感觉他赶紧去搬砖一下，多搬点这个砖头回来比较好。然后这儿地形攻击我无所谓。好，现在最后两血啊，感谢这个大熊为我们拿这个 BOSS 啊，看我们能拿下吧。好，拿下了，各位不好意思啊，虽然这个大熊也鼓舞了，但是。确实没什么卵用啊，不好意思，啊，他羞耻的退出了这个烈焰，哎呀，不好意思，谢谢地心为我们来就做这个加成啊，完美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间是谁拿下的啊，司徒啊，司徒老贼，好的，哎，等以后好像不能叫他司徒老贼了，他好像也要改换门庭了啊，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就等着吧，然后去采矿，好，地狱大兄地狱上去了，没关系啊，因为拉了这个活动，他又上去了几关，这很正常，待会儿。不太方便说是直播排啊，这个地榜啊，因为我们这个 boss 随时会刷新啊，最多也就隔个5-6分钟就刷一个新的 boss 了。我们要是调魂环去推图的话，其实会有点麻烦，咱们就下来推就可以了。五星法阵造成吗？怎么可能？哇，五星凋零，我的天哪！虽然这个满了，但是可以送水友啊，对吧？直接送，来来，我也能踩到这个五星的啊，送给谁？送给 Vidi 吧 ，Vidi 是那个天使服最强的工会的会长，我是昨天才知道的。我之前还不知道，所以就给他一个。这里有个是什么职业打假人网购10万元的商品，妄图索赔40万，谁知产品是真材实料，别想退货，然后就损失了10万块啊！这个妄图这个名字确实有时候在文章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这个画面了。好啊，然后这个又到这个小龙时间了啊，我们就开始可以开始在线办公了。呀，女神掉超级斗龙了，女神掉超级了吗？啊，有人叫超级的吗？有了和风，有个叫和风的。和风的人，这大熊杀了我没关系，我这打不过了呀。等一下，先退出去看一看。等等，这个大熊先等等，我想想，嚣张战神我们先给他宰了。问题又可以打大熊。然后这儿超级斗罗魂哥，150收，我们150收还是200收啊？悍匪锤了。叫和风的。大熊他终于有这个次数可以来锤我没关系啊，我们就在这儿复活就行，就把他们家的人都杀了。墨雨先杀一下，然后把这个悍匪杀一下，让他们没有次数可以拿。好，大熊正在攻击我，没关系。各位，帮忙锁一下这个大熊啊！帮忙锁一下这个大熊。好，是地心，谁锁一下这个地心？哎呀，要是谁能锁一下这个地心就好了。对啊，我也需要退，我忘记了。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慌了阵脚，我们先先吐总的小号，先吐总的小号 ，OK， 粘贴，加好友啊，150收，收过来。发过来给我个联系方式，你跟他说一下。有人200黄金钱。好，我201，201。咦，这大熊咋拿了个黑暗之神啊？我都没去。哦，大熊成功的拿了个黑暗，不错不错，非常棒，我们水友非常棒，再接再厉，再让他拿个生命最好了，对吧？很有意思，挺好的。各位啊，刚才有人说啊，是不是要出一个这个新武魂叫做兔巴西？那有两个东西不对，第一，这个 SR， 对不对？这个 SSR 这种设计是魂师对决专属的，和我们的斗罗二 H5不一样。啊，这个东西我非常熟悉。另外是新角色，不是新武魂啊，对吧？所以是这么回事。他这个是别的游戏的。哎，他说他是天使衣服的和风，不用200，感觉大熊人在搞事。五星凋零送我个就行，还有法阵多余的五星也收20-30个。凋零有多的，凋零有多的，好的好的，有多的别说，可以送他，我还可以送他毁灭不行，毁灭这东西还可以送两个势力欢迎。啊，这儿我们200收一个超级没有关系的。这个和风你看能不能送点他什么东西，我们仓库里应该还有些东西可以送一送他，没关系的。大熊咋还有次数呢？大熊他因为第一个 boss 没有拿到，我们就复活干他，没关系啊，这儿花不了几个钱，400多加成，对对对，然后他家的人呢是现在主要是我这个次数还在，待会我们把这个骑兵给拿了，骑兵给拿了，先把第一星打出，这个我就不怕，我拿这个生命了，再把嚣张战神打出，可以的可以的，嚣张战神给锤了，啊，可以退了。他在里面待这个兄弟们，你们来锁这大熊，我不太想锁，因为我锁的话卡住了，我一定是拿这个的。不是你没有办法卡住了，哎，好，妄图王拿到的，妄图王拿到的，你来，
妄图拿到的。哇，这儿你要两只手点的话，你要习惯一下两只手点，两只手点的话会非常的快。好，没关系，这真的是最后的0.05秒，我感觉是三亿的人拿到的，对吧？大家都想要让我拿啊，图图打大胸，好的好的。然后这儿我先给他转啊，现在他发4.2出去，他先发吧，他发的时候我给他转，还是转200，五星反正送一个就行，你送他没关系。发了样，经理，好，发了，哇 ，nice， 谢谢何峰，好的，200我转过去了，感谢兄弟们的支持啊，咱们就是要使劲锤人就可以了。呀、啊，何峰还给你送封号斗罗了。对呀、啊，两个封号斗罗，不是魂斗罗，是封号斗罗。谢谢，不是超级斗罗。这个要给钱吗？我看一下啊。你问一下他给几个，我刚刚找没找到了。好，他说这个不用给钱，以后便宜出这个五星法阵给他就可以了。啊，可以。如果我们有打出来的法阵，基本都满了。对，不用你看嘛，你拿贵族他们全退，他拿贵族就全进。没关系的，那也挺好啊，耽误他们很多人时间呀。他们肯定不止一个人在吧，对吧？至少地心是另外一个人。啊、他开了9个小号，他开九个号也没关系，给他锤死啊就行。我们就当做是1v1的 solo 也行嘛。他不会就想把我这12万钻石花完，我们今天就看这个12万钻石能不能花完，对吧？没关系的，这小事儿。来，你自己拿，不要了。对，交给这个大兄啊。卡了，卡了，各位，反应都没有。你看我没反应，是卡了。这没有办法了，退哇，退了。感觉有点卡，就有点进度，有点卡，有时候网络确实会卡，这差一点就没了。这大兄，他就是这样，他先把他耗进去，再用小耗进去。没关系，打不动，还有600的加成。那你鼓也没有用啊，我给我打大星，打地心。地心不用，地心你复活就行。打地心，能打得到吗？对吧？人家也就锁你。觉得旺夫越来越帅是吧？好的。地心开了没？打地心就可以打。我不打，时间锁的不够，我就打这个行了，就打这个行。看到没？他把胖龙啊、小虎啊全都锤了，我就锤下面的。有种他别退，有种他一直在上面。哎，你手速不行，不行，不用，我直接退了，都你不用打了，退了。退，输了反正不复活了，他要复活的，他退的。你打他吗？这点没有他那个回，他退的快。哎呀，各位，我的错。点没有他，没有他退的快。我自己这个不小心拿到一个这个 boss， 那600%的加成谁打得动啊？没关系，我们现在继续，我们就随便打，现在可以随便打了，随便打，无所谓。这儿差了3分钟，我自己的操作失误啊，抱歉。不应该复活的，是，我想着我和他比拼一下这个手速，对吧？我就直接锁他，结果他是直接就，他一定是开加速的，因为我发现他是退出之后，然后又再重新进的。他没有被我打死，对吧？他是退出之后重新进的，进来之后又直接锁了我。刚才虽然我操作有失误，但是不至于说那么快的时间之内他完成这样一个操作，因为退出游戏需要有画面，进入游戏也需要有画面。加速器没有画面，他加速器的话是没有画面的，他刚才40被加速，这个呢是一种作弊的一种方式。你打快一点啊，你进来赶紧锁人，干嘛被大龙锤了你在这做事情？玩游戏不能认真点吗？对吧？锤地心不用加鼓舞，好吧？然后把这个汉美锤了，两只手一起点 ，OK。我这就是看着有点生气啊，抱歉。然后把这个巧莲瑞给杀了，大兄打了，没关系，无所谓，让他锁我。对呀、啊，600%都没关系啊，就花这钻石。这个不打，一起杀了，无所谓。我不小心打了，和你说一声对不起啊。这人全都死了。咦，死了咋为啥还有500多加成？不用退啊，你没吃素。他会杀我呀？哎，不是咋还有500一的加成？就他没人在里面。因为我们其他人多，主要是他没有显示出来啊，知道吧？这个大兄攻击我，他攻击我的时候还能退，这个真他妈的恶心，这个开加速真他妈恶心。我们直播我们不会开这些东西啊，这个人是开挂的，各位，他这个加速器在这儿就是有失公允了，他这个不能好好玩游戏了。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小龙刚才进去归属都是他的？因为他开了加速，开加速进 boss 进的就会比较快，各位懂不懂？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子的，没关系，我们就花这个钻石，玩这个游戏没有关系啊。我们到时候找老板要钱，对吧？让他来报销，没关系的。他愿意开加速，我们就在这陪他一起搞，没关系啊。开加速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也不骗大家。屏蔽点不到人，不需要。目光限灵，然后这个大兄，他有这个次数没关系，我就杀他，然后再复活再杀他，没关系的。他一进来，他把小号全部开进来，适应加速。没关系，他不是管他开不开小号的，无所谓，我们就杀了复活就行。老板不支援吗？我叫他支援他就支援，懂吗？就是今天我有点生气，这人开挂的，差一个，这个锁了他也没有办法，锁了他照样是在这儿，对吧？马上
你看又退了，在打着的时候可以退，在左就望图啊，对吧？我感觉可以录像举去三七举万五。我们不用录像，因为已经录了。第二会儿11分33秒前后就可以这样子啊，可以找私人客服举报。我下午去举报他，确实我被打急眼了，不好意思啊，这个游戏它已经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了，它通过加速器先进去拿到这个归属，然后呢它被我锁了，我也锁不了它，主要是这一点很气啊，它彻底破坏了这个神界的规则，我们就去举报它，这个确实太恶心了，目光线灵给它锤了。心态放好，是的，心态最重要，玩这个游戏当然是心态最重要的。把胖龙我们也可以玩一个，把胖龙把气体针点得快一些，然后我们退出就行了，把他的这些人都杀了就行了。为啥战斗中还在退出？因为他开挂啊，萧山镇神杀一下，对吧？揍这些人，大仙要揍吗？不是，把黎明揍啊，黎明要揍，洛菲菲也要揍。好，洛菲菲要揍，等一等，等一等。但是你被打了，没关系，没关系啊。军魔笑要走吗？军魔笑也走，你拿黑名单走去。好，杀一下，洛菲菲锤一下。就即便是如此，我照样能揍很多很多人，没关系啊。然后再锤这个大胸，然后大胸又开挂，又要走了。好，现在开始揍，然后我死了，没关系。你们谁还能锁一下他？你们锁的也没有用。好，他自己退，这个算是正常的，这个算正常的。这个黎明是不打的，他拿一个 boss 挺好的，这个结果是还可以的。把这气针锤了，看的是真他妈的恶心。没事，他没这么时间，我天天和他耗就好了。好，反正。这个号的话我话放在这里了。本来我昨天想说的是大胸只要退了油我们就不怎么揍，但是看这个样子大胸这个号退了油换了号主，我也一天揍他3小时啊，我是这么想的。先彻底把我惹怒了，我们举报一下，我先和这个专门客服说啊。哎，各位，这个 boss 我们先不打啊，我先去做这个视频，来你照，我先把这个视频做出来，然后发给这个专属客服还有其老板，让他们去封一下这个号啊。好的，各位，我们现在是已经把这个视频做出来了，然后反馈一下给这个专员，这个专员也说了，对吧？我说开挂，然后他说明白的，对吧？如果有视频也可以反馈一下，他这边会去反馈给这个专员的。他这个人呢本身没有钱，我就和大家说啊，飘然收号的时候啊，收精英的号的时候战力是4.5亿，那时候大胸是3.2亿，好像是这样，是昨天。这飘然不让我说，昨天飘然和我说的。然后呢他现在两个人战力其实都差不多6.2亿，6.4亿吧左右。然后这个大熊其实充钱就是充的其实也不多，他收号也就几千块钱，也没充多少钱啊。他游戏里也玩不起，对吧？被我们揍成这样，他复活也不复活，鼓舞也不鼓舞，现在就直接摆烂，通过加速器开挂的方式啊来恶心我们。那我们继续收集证据啊，小龙开始收集证据，好吧？这兔子急了会咬人，对吧？兔子急了会开挂是吧？没关系，我们举报一下就行，这简单。反正咱们作为一个主播，我们已经算是斗罗最顶级的主播，斗罗无论是斗罗什么游戏，你说魂师对决，我其实当时流量一天播放60万的播放啊，我是顶流。这个斗罗 H5 就更不用说，如果说是三七不做任何处理的话，那咱们就去收集证据，把之前他开挂的时候的那个视频做一个合集发出来，@他们斗罗大陆 H5 的官方啊，看这个破游戏啊还有没有人玩，如果他不搞事情的话，不主持正义的话。有人说脖子哥是顶级，好，把这人禁言一下。这个我今天就要这么说了，对吧？平常说都可以的，但是今天我就说这么一句，你不给我面子，那不好意思啊。好，加速器不会怎么的，他只是会警告，到时候警告也行啊，对吧？只是个警告，警告之后看一看，但是是不是还敢做？反正我们一直直播，一直录制，一直收集证据。你看，差不多斗罗90%人都在用加速器，那没有，那很多人都没有，你周围的人都是。就妓女周围的人都是出来卖的，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都是出来卖的。但是认为有一些，对吧？这不是这样子的。我的水友，我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开加速器，加速器也是需要花钱的。很多白嫖党，他游戏六毛都不充，拿什么去开这个加速器的这个东西，对吧？低血水说打不过啊，只是里面你知道他鼓不鼓？有概率的，他里面鼓不鼓你又不知道，你说打不过就真打不过吗？对不对？我们也不是上高上线，我们也不是说我要去找他，你这个锤不过呀，你这个太太他也会鼓舞呀，你是打小号吧，我不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他就是很多人都在的时候他能第一个进去，这个就很难受，然后他自己又有很多小号开进去给大家拉这个鼓舞，都他妈开加速的，真那么恶心，再打过一次他就把这个鼓舞拉满啊，好，咱们拉200也打过他，是吧？看见没？七可以打过了，下次给你可以打过了。
好，这个大兄啊，开挂拿了270的加成啊，最后这个 boss 还打不过，对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菜鸟啊？真的是菜。然后你看，这些号一下就全都退了。他只要是一死，他就全部退，对不对？他这个号，包括这有可能不是他的小号，有可能是他们工会的这个号，是这样子。他们工会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操作，一起来恶心，对吧？大兄不做人，他们底下的这个小玩家也不做人了，都是助纣为虐，帮助这个开挂的家伙啊玩这个游戏，挺好的。点小号没有用的，点小号这操作是有这么长一个跨度，你点完复活再去切这个小号，有可能就被这个大兄给锁了，是这么一回事啊。你点小号，他死一个开过来一个，就比如像没有一样，他开得很快过来，就排着过来。来，我们还要发动语言攻击，你就说大兄开挂真够无耻。这不用吧，你直接你说，我们就刷屏，对吧？我们两分钟刷一次。这个还没有写完，逗号。底下宗门的人助纣为虐。助纣为虐。助纣，不对啊，这是拼音吗？咒，助纣不是咒，助纣。敲出来这打不出来，为虐，为虐。把这看看。哎呀，这么哎，你就 Z Z， 你就写第一个，对吧？助纣为虐啊，哎吗？真是下贱啊！这此乃下贱，此乃下贱，打不出去那个下贱，你打，好吧，打，此乃下贱，不是耻，你这逗笑我了，此乃下贱。哎，不打了，不打了，我的天，你让那打不发不出去呢？你让，那就我打拼音不可以，我打别的字不可以吗？我一定是要发那个剑吗？无能狂怒，好，这个有何不可？我们直接禁言啊，也不拉黑你，你还可以继续看，但是说不了话，抱歉。就别人开挂揍我生气不行吗？我就是游戏爱好者，我喜欢这游戏，所以我才会生气。如果我就是一个躺着赚钱的家伙，我就是来陪他们当托的，我他妈生气干嘛？而且你这个打的都是顿号，我打的都是逗号，你这个键盘也玩不来，多学一学，对吧？大笑没关系，现在我来揍他。我们就刷屏，我们就两分钟刷一条，这也没啥的。我看专属客服怎么回，操，他吃饭去了，没回我消息。第一次见图这么生气，没关系，我慢慢回复一下，对吧？直播间有没有漂亮姑娘来给我一个远程的这个 kiss 就可以了，小事，对吧？这地心90加成应该打不过。单位小哥是不是水平不高？人都怀疑到你头上了啊！是否证明一波自己了 ？kiss kiss 啊！谢谢！我靠，你是男的，你别搞吧！我的天哪，我要漂亮的小姐姐，不是大老爷。不是老腊肉，谢谢。来把他地心给搞了，谢谢各位的 kiss。有人说不懂说开挂，这那我教你们，你不懂我教你什么是开挂，这个很简单的啊。仙灵杀了。对，如果我不生气，我就哪这个就是要生气，抱歉。然后这夜灵我们杀一下，肯定是夜灵打的，锤了他。然后会有个欧阳莫奇，这个我锤不过去了。大兄还搞直播间，但直播间是做什么？直播间在线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样开挂是吧？对吧？这个默契我们搞定了，不好意思，他才没有这个资格去开呢。我有句话送给这个大兄啊。有的时候流量热度是要蹭，这个东西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你通过一些恶心的方式获得的粉丝有了一时的热度，但是这个流量是有毒的。就即便说他去骂人，对吧？他各种恶心我。他涨的粉丝其实要么是也是很恶心的人，要么只是来看热闹的，并不是真正喜欢他的。就是如果黑粉的比例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这个号就废了，对吧？以后他发什么视频之后都会有很多人在底下骂他，他这个东西就不干净了。三副也在打了，在嘲讽这个刚才最后的时候不想打的那个东西已经是欧阳莫奇的 boss 了，没有办法了，懂吗？而且这个大兄他愿意陪我们玩，哎呀抱歉，这个点错了啊，抱歉点错了。打兵说开挂，这个阴白鹿是他们的吗？对啊，英白鹿，英白鹿我拉黑了。黑名单。黑名单的话不会。英白鹿没有，没有在黑名单，只是天天在打。他逞一时口舌之快。啊，这个大叔我们先杀一下。哎，这个大叔没有杀死。哎，你看一下就退了，就只剩30%了。打三伏，等一等啊。嚣张战神给杀了。这些是他们的这个其他的玩家。不打三伏，我只揍玉霄阁、天使降临，还有我黑名单的人，就是这么回事啊。这渔夫也要吹，什么时候有神帝？等一等啊，这个人他就是不打算好好玩，也不用想说什么开中枢了，他那时候肯定人都早就凉透了，都走了。
好，大兄进这里面了，但是看不着他，看不着他。暴龙随便锁一个人，随便锁一个人，不然你要被锤了。心理针要拿这个死亡是吧？好，大兄拿一个这个死亡还可以啊，大兄拿了一个死亡，挺好的。三福德说我，复读机来了就来了嘛，对吧？那三福只是小号，他带节奏的，那就不用管。管他的，管他，不管他。不是他们三福真正的人，他们只是。三福他也没说啥，他就说复读机来了，对吧？那我确实一天一直在这儿，我一分两分钟发一条消息，确实让复读机，对吧？那没办法，我被人恶心的吐了，对吧？打神经破坏规则，就像是你打这个学院有额外的这个经验，这个其实本身就是挂的一个存在，因为是怎么样去判断这个挂呢？就是有没有破坏游戏的平衡性。对吧？如果你只是自己节省了时间，一般来说不算的，对吧？你就开个加速，我就提前节省点时间爬这塔。我不开加速，我要打三天的，我开了加速打一天就打完一千关了，对吧？是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能通过开别的东西的方式，不是游戏里自带的东西啊，获取一些额外的优势，这个东西就是挂。狗说加速等于挂，好，这个人咱们直接拉黑啊，这就是他们那边的这个黑粉啊，咱们直接拉黑，这个挺好的啊。你看直播间是有一些黑粉的，但是本来呢一个主播作为一个主播来说，黑粉也是粉，对吧？黑粉稍微带一下节奏也挺好的，对吧？直播间还热闹一些呢，但是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我想拉黑就拉黑了，不好意思啊。连点期呢算不算挂？连点期不算，就节省时间节省操作啊。你也可以自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游戏本身你去点击的，我觉得这个不算。我是这样认为的。但如果有一天官方连点器的官方首先加速器他都不认为有问题，就不用说这个连点器了。如果有一天连点器有问题，那咱们就不搞了。连点器咱们是为什么之前去搞这个连点器，就是为了在游戏里面恶心他们，去发这个字，我说收什么材料，对吧？然后我说要揍他们，我是这么说的，要揍大兄的来这个揍小哥和六天使，要揍妄图居小哥天使降临，这样的话是这样说的。你说这个连点器怎么样破坏游戏平衡？它能够带来额外的这个加成吗？带不来呀。他能够给你多搞一个什么经验吗？比如说开加速器打学院多给50%的经验，我开连点器能多50%的经验吗？不会多呀，他只是方便我的操作。